其实是我拍影片的，是因为我原本是在经营网络的，那我有都有拍一下那个短影片，好笑的，所以这个影片就是，第一个就是想让大家的开心的看的快乐而已，然后也是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因为我店我是开洗头店嘛，那我店里面都是越南的妹妹啊，我想说通过影片，通过流量的，能不能把店里的营业的会更好的，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我们那边的越南妹妹，可以赚更多的钱啊！但是也想不到，就会发生让那么多台湾的朋友吓到的这样子，我一直很抱歉的。然后因为有时候有可能是语言上的问题，所以这个国语会好好的学。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？所以听说你本来会有第二支的影片出来做，是是，对，可以说明一下。我还有结束的一个影片，就是是我告诉，就是我做的这个贴这个东西是我做的，因为我原本的抖音上有很多影片是我演两个人的，我跟妈妈的，所以结束的那影片就是告诉大家，那贴这个台子就是我妈妈做的，但是那个妈妈是我，那个妈妈是我。